Something I can't describe, only in my sleep at night. I can stop thinking of you. Nothing is feeling right, I need you by my side.拍肩膀，非常幼稚啊。Hello，Hello， 好久不见。是好久不见。15个小时。嗯。15个小时，好久不见。你喜欢开车吗？会开的只有卡丁车。可以，我们可以去开卡丁车，改天约一下。笑得好甜哦。是完成随口一句的约定。这是给你的礼物。又送礼物啊？嗯，是什么？你猜呀，你那么聪明。哎呦，你看那个眼神，是不是有爱？嗯。耳环吗？买发夹没有耳环吗？啊，耳环好看。谢谢。你喜欢吗？喜欢。眼神是骗不了人的，这种东西真的是演都演不出来。啊，你也买了这个小卡片吗？啊，这里面有东西吗？有字。有。帅气。嗯。我手碰上了。开车在哪里啊？那边准备怎么样？走，这个跟我拿着。好，你要让着点我。我不是很好。嗯。我放衣服。对，我要白色，你呢？黑色。我要黑色吧。黑色。嗯，黑白是 CP。帅啊，是吧？哦，帅帅帅帅帅，嗯，包场了，对，场地很好，很专业哈。戴这个咯。嗯，它能绑紧吗？那可以。戴着。哇，这个头盔真的是够重的。好了吗？可以吗？可以。松吗？不松吗？还是松的？好像好点了。哎呀，我这个怎么看不开了？打不开了。他好小只哦，其实。等，这边卡住了吗？哦，可以。哦。好走。你要小心点哦。啊，好。谢谢。嗨。我帮你。要从左手上穿过去的呀。不错，你车不错哎。你先走，我要追你。我追你。走啦。走。哇，这个好爽啊！这个应该很解压，很爽。Hello。嗨。默默地跟在后面。来追你。会等他吗？等他。嗨。兔子一直在让着他。陪他玩吗？还要看吗？都行啊。肌肉拳。考验默契。我要控制方向啊，你就只管踩油门。那我一直踩了。超过吗？
这一对真的很合拍，感觉就很舒服哈、啊。我开的还行吗？厉害，是吧？还好没有丢脸，没有撞。我觉得我明天这里肯定有乌青。撞到了吗？对，会撞。那你的膝盖可能会痛哎。我也觉得。就是我在进小屋前，可能对自己有一个模板或者公式之类的东西，结果就发现完全没用。遇到一个人就变了，对，心动之后就会打破规则。我不知道你谈过几段恋爱，我谈过两段。你也没有问我感情经历啊什么的。我不好意思问，你愿意讲的话，我非常想知道。这么早就开始问这个了吗？就其实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有过。哦。对。也就是有接触过，但是没有谈过。所以，比如说学生时期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时候大家都是小孩子。然后我渴望的是那种，希望能走得很长久。所以那时候会觉得学生时代如果谈一段恋爱基本上是就是走不长的那种感觉吧。然后也没有考虑过想要谈，就是我遇到人的时候就会考虑很多以后会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怎么样，会考虑很多，就会害怕受伤什么的。我觉得让西西主动谈这些还蛮不容易的，他主动谈这些。西西其实也挺有原则的，因为他是母胎 solo。越是初恋的人，越是希望自己第一段恋爱是很完美的那个状态。有压力。我也会想很多，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男生特别是你如果。有些东西你不想的话，你对女孩子很不负责。以后可能性太多了，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障碍。是。唯一的障碍就是你两个人不互相不喜欢。他们俩现在就算不说话，我觉得很舒服。说明就是配。你喜欢听这种吗？我平时也会听。今天的天气不太好，但是我的心情就像在开超跑。哦，可以啊，可以啊，哎、有啊有。哦，押韵。在我的副座，一个特殊的女孩落座，淡黄的头发，蓬松的长裙。虽然这段不有怎么押韵，但是不影响她的美丽啊、请你停止散放你的魅力。哎呀，有天赋哦，可以哦。有可以有、哦、就是要在女生面前秀这一段讨好女生的。我们在龙泉山顶看着城市在脚底。你看来这儿吗？然后说哎呦 DJ 站地。对，现在我的心里那个人是不是你？然后你就开始疯狂的跑。错哥他现在真的像个小孩儿。哇，你好漂亮。哇，对啊，游泳池。哇哦。嗯。我们这家店感觉好舒服啊，风格和你很像。都是我喜欢的颜色。坐呗。
我感觉今天开车的时候，你戴那个白头盔在前面，在前面，对，感觉就傻傻的，傻乎乎。我还以为我很酷，很酷，很酷，但是就我看，我看起来就感觉是傻傻的。他还宠溺这个傻说的。我在后面一直跟着你。I could live in a different place with a different house。 哎，你觉得你跟我在就是会那种很尴尬的时候吗？没有。还好是吧？没有。我觉得很开心。嗯。我也很开心。嗯。But I'm the one who's got your back, not to know. 哇，这个菜看着不错哎。Don't be sad. 好香。还有虾仁。好贴心哦。Hope you fi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这个好吃吗？好吃。甜甜甜。挺会挑地方。哎，你对另外的男生有什么样子的感觉？新哥呢？我觉得我们两个，我跟他共同爱好挺多的。嗯。但是，他就会感觉，虽然挺看起来很稳重，但是其实上就像一个大男孩一样。最近就发现他越来越有趣了。迪迪，整个人都坐直了，就是也是一个挺细心的人，不笑了，第一次失去了笑容。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呀。就，但是我跟你的接触是最多的。那个嘴角都控制不住，很幽默，很有趣，就觉得相处起来很就是比较轻松自在吧。终于笑出声了。我觉得我有种会把天聊死，或者会聊天让别人觉得尴尬。没法接是吗？对。不会的，没事，你只管你说，我永远会接你的话。哦，我永远会接你的话。有被舔到？戳到，戳到。看一下成都的夜景，星星点点，刚到，比我手机拍夜景还是很棒，很棒的，人也很清晰。对，哎，你看，对，啊，西西拍的也很白，对，很美丽。好，所以今天就完美的结束了。结束了，拜拜拜拜。啊，我的轻松回来了。Hello。哎，他们人呢？还没回来呢。全都没回来吗？吃饭了吗？吃了。齐心连走路都很乖巧。你有好点吗？好点了。OK。吃啥呀？给你买了点药。谢谢。啊，送药。新哥又。他在房间吗？他感冒了。我也来消化一点东西吧。
你要看出我在画啥吗？这是谁吗？什么东西啊？你自己看，你看你觉得像谁？哦，好可爱！哦，画画画的好好，是我，是吗？对，然后我给你整了一个火锅、薯片、鱼、棒棒糖，在空中飘着。可以，可以，可以，都是我最爱的东西。他是吃货，而画你的其实很甜。嗯，这样显得比较专业。对，嗯，气势先拿够。对对对，他俩像不像现在就是放学之后一起做作业的两个小孩？你以前学过画画吗？嗯，你以前学过画画吗？学过呀，我小时候学过。那你跟我好像哦。为啥？你是？我也学的画画。你是高中学的画画吗？嗯。吃药，跟我差不多。所以你一直做的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要说是喜欢的，其实也不算吧，就可能当时很想学那个东西。那你呢？你大学毕业以后？我呀，啊，我当时去北京了，去北京实习。哦，然后待了4个月吧，好像。然后当时就回来了，因为就是这边，就是我现在的这份工作，事业单位嘛，比较稳定。哎，那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啥？我现在一般都在主持。那一般主持都是那种字正腔圆的那种吗？对啊。大家好，今天。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秦昕。可能我主持的时候和现在有点不一样。感觉已经见效了呢。哎呀，弟弟回来了。就你们俩吗？嗯。你们吃了没？吃了呀。吃了。你吃了吗？没呢。你还没吃饭吗？啊，要不要吃点东西？你去吃一点嘛。我走吧，那我去吃点水果。冰箱里还有水果吗？走吧。啊！吃点儿。有点累。真的在迪迪面前才会这样子。你不尝啊？这么美味。嗯。有点美味哦。不能吃，今天吃的有点多。哎呀。嗯，都是主要是昨天剩菜好吃。你去，你不尝一下，真的也好吃。哎，昨天这谁炒的？哇，哦，你炒的吗？嗯。嗯。是吧？那我煮的这份是干嘛？不够吃啊。那我给你们炒一份面好不好？你要吃啊？嗯。好，你要煮到全熟还是煮半熟？知道。
相信我嘛，真的是。那就撒娇，就撒娇。我准备就是炒一个大杂烩海鲜面。你不要太丰盛啊。必须要丰盛，难得你赏脸，对不对？一哥很赏脸，新哥又被扎了好几件。我觉得秦星的刀工有进步哎。你这个手我感觉很危险的样子，要不要我来吧？哦不，我要来。哎呀哎呀，弄到了，小心点哦。没事，来吧，我帮你当一个切肉墩子啊。不不不不不，今天必须要全程是我自己。你小心点指甲。这面是我放的，怎么办啊？怎么办？西西回来了，有人回来了。Hello。嗨。哦，迪迪直接去了。都回来的这么晚。吃饭了吗？吃了。吃冰棍了吗？不饿。冰棍，冰棍吃吗？我给你买个抹茶的。行。啊，买冰棍了，抹茶冰棍。你俩吃冰棍吗？哦，你估计不是，我要吃。我要吃啊。真的吗？对，哎，我的大白兔冰棍。我买的抹茶。那来个抹茶，我要来个抹茶。你是抹茶还是大白兔？你先待会儿给你吧，待会儿你先认真做。好。可能有点话顾上。我给你们放桌上了。好，我先去放东西。你们晚上吃啥了呀？你吃的啥呀？我外面吃了点。那现在可以再吃点。吃不下了，我不要了。主要是老板执意要做。哦，啊，现在还在做？什么叫老板执意要做？这个啊，我执意要吃。照老板看到你的需求以后才做的。对对对对。老板是一番美意。对。还是阿星会说话。有长进啊，阿星。钟钟回来了。Hello。再不回来就吃完了。你好点了吗？好点，好多了。好多了呀，你真的很能扛，我觉得。明天应该就好。你明天还要吃药了？刚刚吃了秦星的药。啊，你吃了药了吗？哦，那还好。新的一天，下雨了。哇，他这个伞打的。Hello。Hello。是这家店吗？对对对，是不是打游戏啊？那我觉得我对游戏比较感兴趣，我现在是就是玩得特别特别少。是没时间了吗？没时间，对。你没打是吗？没有。哦，打游戏啊，开黑啊。你觉得这地方酷不酷？酷。我们可以先打一会儿游戏，然后我们去玩那个 VR。 好，来起。放到这个网吧待遇好好，这个太丰盛了吧，这网吧也好时髦啊。谢谢。请尽情享用你的辣条吧。谢谢。来呀。来吧，戴上耳机。这个耳朵好可爱。
啊，居然可以打游戏，是不是有点爽？对，开心。哦，女生的这个也太可爱了吧！我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哇，幸好我这个是没耳朵的。我这个好看吗？可以可以，好看。是什么样子啊？很可爱。好。有那种电竞少女的感觉吗？哎，我觉得还挺特别，要不然拍一张吧。什么样子啊？就是有两个猫耳朵。拍一张来吧，我们拍一下。阿星要拍照了，快跑。这个可爱是可拍的。三二啊，可爱，这个可爱的哇，这张照片拍的好好哦，耳机的颜色也很亮呀，拍出来显得你好可爱啊，而且还很漂亮呀。开始打游戏吧，来吧，你打 ADC 我辅助你，要不你打 ADC 我辅助你，那也可以的呀。那你想要什么辅助？风女。好，风女。我喜欢玩拉克斯。走走走走走走，打他们。哎，我跳他面前去干嘛？没事，我在，我在，我可以保护你。哇！哦，要死了！别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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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雕又上去了。啊，回一波，回一波。可以，可以，可以，赶快回。啊！他都有眼，我们来猜一下这把会不会是我的 MVP 呢？ MVP 非你莫属。Victory！ 开心吗？开心。来吧，这就是一把二连胜。啥呀？卡了一个头，我 MVP 了，不错不错不错，给你点个赞，我也给你点个赞，去玩一个 VR， 好吧，好吧 ，VR 这么大吗？对，帅不帅？哦，好，好好玩，我们要不要一起走啊？可以啊，啊，刷刷刷刷刷。不杀人了吗？对，我们领先。来，小心一点。我有点害怕。不用怕，不用怕。是不是有点好玩？哇，好好玩！就回吧，回吧。这个也是阿星安排的吗？这次怎么就这么会安排呢？投其所好吧。哎呦，阿星还是很可爱的，真是。你喜欢下雨吗？嗯，如果我人在外面我不喜欢，然后在家里面我还是挺喜欢。就是我在家里面是看那种越大越好，是吧？对对对。但在外面就不要。对，在外面就不要。你把空调关了吧。没错，你冷吗？我怕你就是你感冒了，也不要吹太多。贴心。嗯，没事。这两天怎么样吗？什么怎么样？偶尔总会感觉你有心事。嗯，成年人就是每天崩溃800次，别人一问就是没有。又恢复了。就是没有什么事，没事啊。因为忧愁的事情太多了，不知道该说哪一件。哦，对了，我还给你买了个礼物，你看一下啊。哎，锦星喜欢拼乐高。哇！就是它虽然表面上看只有这样啊，但是它有很多种拼法。这里面这个手动物好可爱哦。对，而他说这个是有个按钮，然后这动物就被弹出来。而且他说这个就是几乎就是随时都是保持在缺货状态。
刚好被我买到了。哪有那么多刚好啊？谢谢。默默的告诉别人，我其实很用心，在帮你准备礼物。这袋子也好可爱啊，是单独买的吗？对，单独买的一个袋子。你好用心哦。连胜嘛。嗯。毕竟我们今天连胜了嘛。谢谢，谢谢你。我很喜欢这个礼物。嗯，那我就太开心了。If only I met you。 你回来啦？嗯，刚回来吗？刚回来。你要切什么吗？帮你。我看看。又有人回来了吗？你猜是谁？错错。谁回来了？是错错吗？错错吧，真是。哟，三个人的厨房吗？哦，精彩了，修罗场喽。哦，哦。那谁？错错坏了。嗯。哦。Hello。Hello。买了菜。哇，你还买那么多。西西，给你买的这个，放这里啊，待会儿拿回去。是什么？吃的。哦，好。待会去看吧。但是他把它放到离那个操作台很远。好，过去看了，过去看了。你喝了水吗？喝。玫瑰加枸杞吗？可以。嗯，你去干嘛？锻炼。你那个脚痛吗？还？还有一点点。哦。我们去锻炼会儿。再看会不会跟过来。哎呀，每天都在带好吃，晚点再吃吧。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工作很单一，相对比较单一，而且我们每天就是工作的地方就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就我就比较希望是比较自由的工作，我不太喜欢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就一直从早到晚，而且就是我会觉得就你永远接触的都是这一群人，就没有办法认识新的人。这个我们也是，我们就身边的同事就一直是那样子，也不会跟外界有什么交流。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医生或者医护嘛，就是这个群体里面。就是医生和护士或者医生和医生之间就是最后结婚啊什么的就很多，因为真的就认识不到其他人，对，没办法认识外面的人，甚至他们有的时候觉得就是哎，一楼的人居然和四楼的人五楼的人好上了，哇，那么远，就都会有这种感觉。嗯，自己科室里消化是吗？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我生活当中跟人交流和我有的时候医患沟通有点像啊，就说话很直接，然后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目的性很强，因为我需要你提供给我信息，我好做判断。嗯，然后我就会就有的时候会很都跟问诊似的。我还没感觉到。没感觉到。嗯，我不知道他们感觉到没有，反正哎，我觉得我说话这个东西就不仅是不会说话，而且还不怎么体会别人感受的那种。就是直男。直男都不会这样。嗯。这是脑残。
别讲这种话。练了吗？一直没练呢，跟这儿等着呢，跟这儿。哎呦，开始了。小星星，你还记得吗？忘了，我大概只记得第一句了。哎，放哪去了？在那，这个吧。哦，上面那个。弹唱的这还哦，换了点子吧。哎，好怕弹错呀！等一下我。哆哆嗦嗦啦啦嗦发发咪。你要不要试试大的？行，大的。那我试一下，可能有点大。天，还行。哎呦，这个对我来说有点大。要不你就，我想想，有没有什么歌你可以唱的，让你扫一扫。让我唱。哎呦我天哪，听不出我的旋律在哪里。其实还好。台球 Hello 他的朋友们吗？朋友，好久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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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杆，拿杆子嘛，来一起打一下。Holy， 哎，改你好，哎，改我了啊！你打一打，你们最近怎么样？还可以嘛？咋样嘛？你咋样嘛？感觉还可以啊。就是一开始我去的时候，就有一男一女在里面，我是第三个进去的。就是反正第一个女生感觉就我感觉看还挺喜欢的嘛。然后啥子样子？就是乖乖的那种。那个你买来的嘛？一个是重庆的，一个是南充的，他是上海的。上海人就是在成都工作还是？在成都上班，他才毕业。98年啊。对。嘻嘻，咋样嘛？就比较喜欢嘛，然后相处下来，感觉也是。我不打。也是那种喜欢的类型嘛，我觉得你们肯定也会很喜欢他的。那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待在成都吗？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应该会待一段时间，但是之后的事情，之后事情谁也不知道嘛，结巴了。对啊，没想到你一选了个最难的，选了个最难的。
这个是很现实的。做到了嘛？我们做到做到什么？他如果在成都的话，就问题不大。就你把这个弄清楚。人家现在还没有稳定下来，对吧？他就是让他稳定下来的原因噻。嘿嘿，这话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异地的问题啊。嗯。如果他走呢？因为，哎。你们啥子在意？我肯定在意啊！你肯定，我进去之前就想了，就是像那种，就是我有个公司，有个模板，就是在成都定居嘛。对啊。然后年龄相差不超过多少？因为这样的话，你们的节奏和才一样嘛。反正我进去前都是这样想好的，就是不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喜欢那种。但是你喜欢这个东西就很那个啊，就是心动了呀。这异地问题还挺难的。钱收都签不到，还要买飞机票？没有啊，但是他现在在成都啊。只要他可以在成都，或者你可以去，你们俩可以待在一起就没关系。对啊。就不是这个，不是那种异地，就是在两个地方。现在是在一个地方，但是未来的目的地可能在两个地方。那到时候再说吧。要么一开始就不要开始了。如果真的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克服的话，我觉得你们要就是先发展到在几个月再来聊这个问题会比较好一点。现在根本就不要去谈这个问题。反正哎，现在你要不后面试一下跟其他女生接触一下，你不要太定了。我开始就想了，我去第二天我就开始想了。第二天就公布了年龄和职业嘛，就我有点那个，就有点那个啥了嘛，反正就后面那天都没有怎么跟他有互动啊。反正那天我就发短信给另外一个女孩子，因为那个女孩子就感觉很玩得到一起嘛，中中。然后就是我们买口红那次，我当时就是这两个女孩子就不知道给谁买，就纠结。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我跟那个我第二天发短信那个女孩子去约会了。反正我们玩得也很开心， okay, 也很、okay. 也很有意思嘛。但可能就是没有那种、啊、那种感觉、啊，就感觉跟我们出去玩了，对吧？对，就跟我们出去玩一样，反正很开心，差点感觉。但就是跟朋友一样啊，他们俩。那你有跟这个妹妹出去单独约会过吗？去过啊，我们去开了卡丁车，然后吃了饭，嗯，后面就聊了好多。但我感觉那时候他跟我说的就是，他可能最后还是希望能回到父母身边嘛。哦，哦吼，异地恋，这现实的问题，太远了，太远了，人家才九八年，你九八年多了。22、23都没有，他俩差6岁，而且他没谈过恋爱。哦，哇，这是个问题，我觉得。哇，这是个大问题吧？一次都没有吗？没有，他说有喜欢过，但没有。因为我觉得人需要 experience， 很少遇到那种就初恋或者啥子，然后走到一起了噻。他是说他以前很内向，然后一直读书在外面一个人嘛，就很少跟男生说话之类的。反正你要教他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第一次耍朋友都很瓜，会有一点幼稚。幼稚，对。就比如说，你不会想到对方的需要啥子？需要，对的，他就是有点看不到。就是可能女生第一次谈恋爱，她有很多东西都要靠男生主动来引导。我也很主动啊，我会经常约她刷这些。但第一次谈恋爱的话，可能很多事情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呀。但是我觉得她懂得挺多的。懂很多，懂理论，但是到自己身上都做得不好。
他妹妹很清醒。有没有竞争对手？现在的情况就是，还有我和我的室友都喜欢这个女孩子嘛。你每天早上给她做早饭，然后散步啊什么，教她弹吉他，教她骑自行车。哇，这个活动有点多啊，他们。她忙得很，我跟你说嘛，她每天回去要学吉他，要骑自行，要学骑自行车，要做饭，然后我还要叫她去跑步什么。你不用在意这些啊，很正常啊。但是你比较喜欢一个女生，她你看了你还是会不舒服啊？那你跟她说啊，我不舒服看着你。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好，比如说你就说你不能跟别的男生接触，因为我平时我都没有 care 这些。我觉得女孩子会有压力。不，我觉得你想把这个事情想得太那个，你现在就真的就要趁这个打铁，乘胜追击，特别是她没谈过恋爱的情况下。哦，对。你现在你又喜欢她，你还给她机会去喜欢上喜欢别人，你是到底在想啥子 ？What's on your mind, bro？ 哦，对。主要的问题就是他稍微喜欢的男生如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然后他对他的喜欢的程度超过了你，那他会自然而然就选择他，所以这段时间你必须要就努力，你要加速跑。Damn， 心里困扰，我今天跟你们聊天多了一个烦恼感觉。你觉得互相有好感就继续接触下去吧，气有一点。对，反正我觉得我就跟他接触，反正最后成或不成，要不就是跟他成了，要不就是跟他成了，要不就一个人，就没有其他人了。啊，我现在就是这样想的。他完了，已经陷进去了，破釜沉舟了。兔子已经把所有决定权都交给西西了。肚子饿了吗？有那么一点点啦。一点点啊。钟钟说他今天做那个卤肉饭，我们要不要先随便做一点，然后等他回来？我可以做个炒面。那可以可以。嗯。可以哈，就是卤肉饭加炒面。嗯。炒面有没有什么要提前准备的？我先把准备工作弄了吧。钟钟回来了，看到红色车了，我出去迎接他。行。看到了，刚下来。你要不要躲起来？躲起来干嘛？吓他一下。从哪里？从这里出来吧。这儿吧，然后待会儿我们突然伸两个脑袋出来。出来了没有？好幼稚啊！恋爱新闻都是幼稚。来了！幼稚，了无聊。谢谢你把这个拿着吧，这是做菜，你吃是吗？新哥在炒面呢，就等着卤肉饭吧。卤肉饭，我想说要炖一个小时，你们等得了吗？可以等，因为我没有炒面吃。可以先吃点面。哦，那我就炖吧。你太幼稚了。哎，不幼稚。太幼稚了。只要吓到了，我觉得就值得。可以，你先拿过去吗？我去把这个放一下。好。可以把肉拿出来切小块。用这个面炒吗？拉面来炒吗？你今天炒的怎么样？我直接跟昨天的对比哦。嗯。你要是炒的不好的话就好。看我的秘制炒面。你在炒面吗？对呀。那我也来备一下料，要帮忙吗？那我们来吧。快一点，行吧。哎，要不我们再找点零食吃吧？什么？我觉得还有点好久。什么零食吃？找找。都在外面了。
你好点了吗？好点了，好点了，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今天都忙了啥呀？今天写了东西，然后我还上了一节那个尤克里里课。啊？我学了《我是一只鱼》的最前面一点点，就是最后一天想弹给你们听的那首歌。那必须要期待一下。我磕他们 CP， 中意 CP， 就旗鼓相当的感觉。我跟你说，中中绝对是宝藏。那你说你写东西写啥呀？就写那个策划嘛，要拍的东西的策划，都要先写。哎，那你平时会看那种很美的那种诗句吗？会啊，我很喜欢看。我这两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棒。嗯。他这样说的，普通人说一句话和诗人说一句话。嗯。就比如说他有句话是，我想请你吃蓝莓。你猜他是怎么说的？昨晚我梦到了你，清早起来，虫鸣鸟叫，餐桌上有一盆蓝莓。嗯。我挑选了一颗最好的，在放进嘴巴之前，突然想要拿给你。哇。于是拿给你，不辞万里。阿星不错，阿星。可以。让我觉得有点王家卫的那种感觉，就是把一句话拉长一个事件。对对对，但是加上那个音乐，我就觉得很美。嗯，是很美。昨晚我梦到了你。哎哎哎哎哎！我还有一句也很喜欢的情话是那个张爱玲，就一句话，她说：“我想去看你那边的月光。”啊，有点那个那首歌 ，Talking to the Moon。对着你还是对诗啊？对情话。哇，好香啊！嗯。妈。失败了。啊，我以为是很好吃的样子呢。你没有，你加了豆瓣酱吗？加了。你没用啊。嗯，我觉得应该是面下的时机不对。你给我吃一口，我试一下吗？真的不是很好吃。确定你要尝一口吗？我尝一口呢。哎呦，口味。是吧？嗯。这味道其实还行，是那个面有点面太黏了，还是怎么了？要不我觉得就把它给别了吧。你要倒掉，你要不让他们也试试，万一他们觉得还行呢。班长失败了。这么快啊？我说失败了，我的失败了。看来我就来辅助你吧。来切肉，来吧，交给我，今天就我就当你的墩子吧。我把他们俩清理一下。哎，哎，他，我觉得他也比原来开朗很多了。嗯，来，给姐姐，我去把那小子拿出来。哎，好可爱啊！到你了。不动了。嗯，他不让我摸他手手。啊，提起来他就提起来就好了。灿灿，好可爱呀、啊！娇娇，
开不开心？开不开心？这几天那么多漂亮姐姐们都抱你，开不开心？比在家开心多了。在吗？迪迪跟西西在一起笑起来是憨憨的。他们可以脸对脸。可以。可以打起来。其实这样他们打不了。亲一下。亲一下。亲一下。哎，他们两个会对话吗？你看来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哎呀，他逃跑了，好激动啊！开始了。他很害怕他吗？就感觉其实迪迪和西西还是有一种校园恋爱的那种形象在、气质在的。现在是等吗？等。哎，好了吗？没呢，煮着呢。要煮到十点，要煮个至少40分钟吧。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过来打弟弟啊？嗯，打架。刚刚真的又差点。嗯。错错回来了。来。错错回来了。兄弟，辛苦了，兄弟。Hello。Hello。教书好。你吃过了吗？我吃了，你刚洗澡了吗？下就不一样了。我们还没吃过饭呢啊！我们在等卤肉饭。我们在等饭。我还想叫你跑步呢。现在吗？现在。反客为主。哎呀！哎，冷静，宝贝儿，冷静。直接当面喊走。他朋友的话奏效了。哎，冷静啊！哎，换身衣服。一定要去吗？哎，会吗？有可能。都在等等西西。这衣服不像是跑步的衣服。对，他换了一件粉色的。哎，我们可以搞个三重奏。嗯，可以。可以啊，那你来。我用你这个呢。好，你试一下呢。C 是哪？怎么按 ？C 是就是这个。这个。嗯。C 这个。然后呢？然后这三个。这。这个和哦，这个是这个，然后这个是这个。对，我觉得他俩就很舒服的在一块的那种感觉。你的手太大了，你要收回来。对，因为这是小的 ，BM， 然后是 F， 四个，对，就是四个。C 是这个。对。你杯子吗？哪一个？
Get the courage you need for months. Don't make me nervous, what's holding me back. I have nothing. 一直眼神一直在看西西。As a friend, like that. So can I kiss you? Yeah. 原来每次伤心都只有情跟他一起。第一次，第一次进这个房间吗？健身房，对啊。好。哇，你学会了？学会了。太厉害了。你今天有发现什么包装啊？哦，好像还少了一个。没有。少了。有。少了一个发夹。西西带了错错送他的耳环，然后错错又说你还少了一个发夹，那个发夹叫唯一。Never felt so warm. Now I got you by my side. By the wishing well. Yeah, you met me with a stone. Take me somewhere else. Tonight you're telling me there's nothing better, nothing better at all. I say, I say, I say to you home. There's nothing.